这两天发现他在咳嗽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真的要照顾好对方，所以今天是男女朋友都要学的雪梨婴儿钟，没有男女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用勺子把梨挖成一个碗，放进银耳、枸杞还有去核的红枣，两三块冰糖，盖上盖子炖半个小时，在这干燥的秋天里，做一碗清甜润肺的雪梨婴儿钟，给你爱的人吃吧。